林思雨，啊，你怎么了？嗯，我腿疼，我被虫子咬了，好像有毒。嗯，应该没什么事儿，去医务室处理一下吧。嗯。王琦告诉你我们在这儿的吧？王琦，王琦也在这儿吗？ 没事吧？啊！我说姑奶奶，你腿还没好利索，就非要跟来。你说我敷个打折费的功夫，你怎么又受伤了？走走走，过去找个地方。我不走。王琦，带他先走。走，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。走。我不。走走走。哎呦，不想走。林哥哥，你看看我呀，我疼死了。 莫总的魅力还真大，人家女生都追到这儿来了。徐总监不也准备释放魅力，吸引别的男人吗？谢谢。不客气。